我背对一下，完了。暴打一顿！政府发钱了，规划每人发5000元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公共人来了。公共人，看一下看一下啊，政府的撒钱新闻，我看怎么撒的，每人发5000元汇入账户，朝野喊话还税于民，反反复复举棋不定，这是变相的把缴比较多税的人的钱拿给比较穷的人，因为比较穷的人没什么在缴税嘛，他等于捡到5000，然后缴比较多税的可能就是好啦，退你一点税。我说的这有点治标不治本吧？就你短期来看，这个好像是一个缩小贫富差距的途径，对不对？但每人缩小5000块要干嘛？5000块一个礼拜就花完了，对吧？你一个月生活费起码1-2万吧，5000块一个礼拜就花完了，你就贫富差距减少一个礼拜没了。长期来看，你应该要把这些钱弄在产业的培训或者产业的发展上面，才有可能长期的减少贫富差距吧，增加那些穷人的收入，长期的增加，而不是给他5000块，对不对？你不要送人家鱼嘛，你要教人家钓鱼嘛，这政府是送你鱼吃哎，不懂得怎么教你钓鱼，那我们选你干嘛？那我来当总统，我每个人发5万啊，对不对？我比你更厉害，你发5000，我发5万，那我选你干嘛？选你这种垃圾政府干嘛？就看这东西看起来好像哦挺香的哎，哦不错哎，减少贫富差距。但是你实际想一下，哎，我不是故意要反政府或干嘛？我觉得实际一点的作为应该是你要拿这些钱去培训产业啊，这有点像在买票，你知道吗？很难不被联想为在买票。我其实觉得消费券都比较好吧，都比这5000好吧，因为5000到时候就像你们讲啊，大家拿去赌博，对不对？现金拿去赌博，还是拿去随便买什么股票？all in 开杠杆买虚拟货币，你还不如发消费券，至少让大家去找商家消费，那些钱是实际有在流通经济，有增加市场的流通。奇怪的上单，这是史丹利吗？这史丹利吗？奇怪的上单，消费券更烂，图利印刷厂，真的假的啊？印消费券要多少钱？不是吗？那我觉得可以用电子化啊，你可以存在一个什么云端的 APP， 里面有5000的额度啊之类的，这样至少可以减少70%的那个成本浪费。对，我相信70%的人应该都有手机吧？就创了一个数位发展部，花了几百亿，养了几百个员工，结果呢，还在那用印的。老人没法，所以我知道嘛，那起码70%的人有嘛，啊，老人真的不会用，你再印给老人就好，你不要全民都印啊，你叫我去领消费券，我不如上网或者手机抓个 APP 弄一弄，我还比较方便，你懂吗？对年轻人来说，电子化比较好啊，那对老人来说，拿消费券比较好嘛，拿实体的比较好嘛，那你就要因材施教嘛，就要因应不同的状况，给人民不同的选择嘛。会不会卡玛恶心啊？扭一下。没事，干你娘几掰，还是最终还是被讹了。顶眼睛呢，是 A 爆你，完了，卖了兄弟，我直接卖了，我点燃，一个闪，哎，尽力了，他没闪，全闪。赶紧靠杯！九四要闹你，完了，把自己闹死，靠杯，我要把自己闹死，白痴！完了，他不说我玩，卡玛嘣！一万一，舒服。嘣嘣！直接接你一套，怎么说？最远距离，满晕，请起来！狗头人到底在干嘛啦？到底有何屌用啊？哎呀，好坑爹，这群人！解围一下，死了。
哎，一下再点燃，我背着一下，完了。好打一顿，好菜呀，操！哎呦！为什么？那可以选另一边吗？看你们真的不要被我尿到。顶级共共人笑，哈准啊笑，恭喜憨儿，走位啊！你妈的走位啊！你再走啊！哎，你再走。共，从屁眼共他，在干嘛？共共共，四个废物卡在屎坑里。打嘛那一瓶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你什么东西啊，兄弟？你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你可以出现在这里啊？你凭什么？哎呦！哈哈，好惨死！哎，啊！干你娘！我怎么这么能溜？他就站在那里不动，咚！完了！啊！帮啊！帮！看好自己！贼好玩，这游戏就该这么玩啊！玩你妈打野，给人当狗喷干嘛？对不对？玩辅助不是有趣多了吗？这两件买出来，我三个啊，估计可以把一个人打残。就一个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啊？干到底凭什么？哎 ，AP 狗狗人、欸、，AP 狗狗人、欸，什么鬼啊？好痛哦！AP 狗狗人，真的有躲人！我想说乱轰一下，真的有人躲里面。哎，谁呀？该不是蓝霸吧？等一下，好像是蓝霸、欸，因为嘉文在中路，感觉那个只能是蓝霸了。傻逼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好晚哦。共共死了！哎，我操！来了，我你干嘛？你内奸是吧？操你妈，内奸是不是啊？我吐了，这什么踢？可以送啊！咚咚咚咚！鸟烂，
直接尿呢？死猫死猫死猫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退啊！再玩一波啊！再玩一波，看点了。那你最近干嘛？我很吵吗？哎、欸，我很吵吗？抱歉抱歉，也、欸、是玩峡谷会不会特别吵？其实这游戏蛮好玩的吧？不得不承认，这游戏还真挺好玩的吧？还他妈免费！你想一下，你天堂要花多少钱才得到游戏体验？这游戏 for free，OK，for free。